主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小姐，洗脸水好了。小娟，没事你就早点休息吧。是。女儿呢？女儿呢？我女儿呢？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！你夫人，夫人，好酒！哎哎哎，诸位，你们听说过魔戒吗？啊，魔戒，这个魔戒呀，其实和人间是一模一样，充满了很多的故事啊！哦，哎，你们见过？终日缭绕发绿光的树林吗？啊，绿光树林，你在吹牛吧？贫道研究人魔两界的意识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吹过牛啊。你骗小孩的吧，谁信呢？就是，如果你不相信呢，我呀施个法把你送到那个魔界去开开眼，怎么样？啊，你别信不到啊。你相信有魔玉吗？要真的有魔玉啊，我席方平倒是愿意走一趟试试。来，喝酒，喝酒，来。哎，辛捕头，最近那个采花案办得怎么样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惭愧啊，至今没什么消息。罗三川，采花案是不是你干的？天道行，开玩笑，走什么呀？哎，罗兄弟。别追了！没事吧？别追了，此人武艺高强，我俩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打得过他。这个采花贼也太嚣张了，竟敢当着我的面作案。又是子时，又出现了。要不，你把我给抓回去，到时候我再想办法从衙门里面逃出来。你看这办法行不行？罗兄，你要真是采花大盗，我一定把你捉拿归案。可是我义父跟我说，做人要黑白分明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你又不是采花大盗，我要把你抓回去，那不是侮辱了我新方平的智商？新兄弟，这把剑我罗母送给你。啊，送？这把修罗剑可是一把神剑，相传如果是子时出生的人使用，就能有降妖除魔的功效。罗兄弟，你不就是子时出生的人吗？好，那我就拿它见妖杀妖，见魔除魔。又是他。张员外，你女儿可是子时出生的？没错啊。你想到什么了？他的作案对象都有相同的因素。最近东安县有不少姑娘被他糟蹋了，而且一个一个全都神秘的失踪了。罗三春作案心狠手辣，机智狡猾，
这天杀的罗三川，既然知道是谁，为什么不把他给抓了？为民除害，还我女儿啊！谁跟你们说是罗三川了？我想这应该不用怀疑了吧。一身黑衣出行，以劫富济贫为名，采花为实。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可最近几次案发的时候，罗三川都跟我在一起，他不可能是作案人。那我们不会放过每一个可疑的人。辛捕头，属下觉得封闭全城，挖地三尺，要把采花贼抓到。罗三川跟他交过手，此人妖气太重，要格外小心。方平，大小姐。哎呀，懒得理你，我是来找方平的。方平，我来了。哎，你帮我一起带上吧，好让我也学习学习。好了，别瞎闹了。我没有瞎闹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，没准啊，我还可以帮上大忙呢。方平哥，带我去吧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抓的是采花大盗。你一个女孩子跟着我们，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有你保护我，他怎么可能抓到我呢？辛捕头，以属下看，既然大小姐这么想，那就让她去吧。毕竟大小姐一直乖巧，不会给我们惹什么麻烦的。况且，有属下在，一定会保护大小姐的安全。哎，还终于说了句人话。哎，薛永兄，你什么时候得罪他了？我发誓，我没有得罪大小姐。他若得罪我，我还跟他同桌而坐，我一点都不会理他。只是他一天到晚像个苍蝇似的嗡嗡嗡的，烦死了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像个苍蝇嗡嗡的跟着他了？说来听听。我，来，喝喝酒壮壮胆，就敢说了。来，哦，在下不会饮酒。曲柔，你看看。连酒都不喝的男人去哪找啊？啊，我看你们俩挺般配的。辛捕头，其实在下一直觉得大小姐挺好的，只是怕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来喝酒，小女子向你表示敬仰。你不是很有本事的，喝呀！哎，喝呀！好。我喝。喂，衙门还有事，我先走。曲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明知道薛捕头酒量浅，你还非要让他喝，你这大小姐的脾气什么时候能够收一收啊？男人哪有不喝酒的？不喝酒怎么做大事啊？再说了，我又没强迫他喝酒啊。你确实过分了。你还是想想怎么去抓那个采花大盗吧。别看我爹表面上挺镇定的，其实心里不知道急成什么样了。其实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记住了，按计划行事。辛捕头啊，我们走吧。希望今天有所收获。等等我。大小姐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，放开呀。大小姐等等。大小姐，哎呀，你到底干什么呀？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你跟着更烦，老嗡嗡嗡的，烦都烦死了。哎，大小姐，我就像跟屁虫一样的跟着你，我不打扰你，不烦你行不行？你一直总这么跟着我干什么呀？烦呐！大小姐，你要我跟你去吧？大小姐，哎，哎呀，大小姐。今天何家千金大喜之日，我看那个采花贼啊一定会出现。想出这种办法，你太聪明了。我办案这么多年，这算什么呀？嗯，你看你来了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嘿，好，恭喜恭喜，辛捕头，何府的人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待会儿见机行事。好，剩下的就靠你了。没问题。走。到一定会来啊。对啊，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我又没说一定会来，我说可能会来。哎呦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嘛。哼，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采花大盗啊，对付女孩有同一个特征。什么特征啊？他专挑在子时出生的女孩，而且全都是黄花大闺女，失踪的时间都是在洞房花烛夜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要静静地等着，等采花大盗一到我们就把他抓住。嗯，行啊，曲姑娘，你跟着西捕头没几天越来越聪明了。还是方平你厉害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。哎，快快快，把头盖上，盖上啊，被发现了。分了，天放亮，小心火烛。五根了，天放亮，小心火烛。姑娘，跟我走吧。身手，你一定会抓到采花大盗的。大胆，你怎么查案的？我在下怀疑。怀疑什么？我怀疑他就是十分狡猾，神出鬼没，经常在夜间行动，很难捕捉他的踪影。还想狡辩？你不是说使用引蛇出洞之计吗？怎么了？蛇出洞了吗？却被你放跑了。义父，这次确实是我失误，但是没有什么但是。我平常怎么教你的？凡事都不要找借口，能就能，不能就不能。你是衙门里的头号捕头，居然连一个小小的采花贼都能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，一次次的作案，这都是你喝酒喝出来的。爹爹，当时情况十分危急，方平是为了保护我，他不能不顾女儿的安危啊。师姐，不要说了，这次确实是我失误在先。爹爹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不要怪方平，这全是我的责任呢。你还有胆量替别人顶罪？哼，不
头办案，一名女子你跟着碍手碍脚的，成何体统啊！义父，下次我一定不会这样了。下次？没有下次了。这个案子不用你办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交给薛捕头去办了，出去吧。不行啊，义父，大胆！我的话还要你来批评吗？不敢。这件事情不用你插手了。是。辛捕头，辛捕头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我可是千里迢迢带了上好的女儿红过来。上好的女儿红，不喝酒了？你辛捕头的智慧全都是酒酿出来的，从来就没见你醉过。你要是再不喝酒，恐怕你的智慧要保不住了。听说采花贼这个案子你不负责，改由薛勇查办了。是啊。我说呀，这都怪你，上次我明明可以追上的，就偏偏不让我追。莫非？莫非什么？你一向机智过人，我想你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不怀疑，薛勇就是采花贼。薛勇怎么可能有什么证据？我发现他身上无意中露出的手帕，那是屈柔的手帕。此话当真？义父，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全是事实，耳朵听到的也是如此。不错，不是身边的每个人都可以百分百的信任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身份。你想说什么？义父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件事是贼喊捉贼呢？凡礼君子，不厌忠信。战阵之间，不厌诈伪。军旗诈之而已矣。贼喊捉贼当然是存在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兵不厌诈这个道理啊。孩儿当然明白，所以现在不跟你说这个了。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叫你去办，请大人吩咐。西关那边现在正在运送国家贡品，路经安东需要护送。这件事情事关重要，交给你去办，要小心处理，贡品不能丢失，切记。属下明白，属下定当尽心尽职，在所不辞。
大跑了，不好！顾平呢？顾平呢？不可能，我们刚才在这附近，没有人接近贡品。跟我来。薛勇，怎么会是他？他果然就是那个采花大盗。怎么说？他的手上有我留下的剑伤。这小子又是采花贼，又是抢劫贡品，我看这事儿先禀告衙门。什么人？小人叫麻衣子，这不就是那个酒馆里妖言惑众的老骗子吗？你跑到这里干什么？受人所托，送这位施主灵魂出窍。胡说，人死就是死了，哪有什么魂魄出窍的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急急如律令。不能让他跑掉。金凤平，你没想到吧？你要抓的采花贼就是我。你这淫贼！哼，我看你金凤平这辈子也别想抓到我。我告诉你，魔界比人间要好上100倍一万倍。哼，你不杀我我要走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今日这个时辰正好助他进入魔界。魔界？什么魔界？薛勇，你记住，到了魔界别忘了搜寻魔灵女啊。魔灵女？你在讲什么？老鬼，真的存在魔界吗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把你知道的通通告诉我，说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不过嘛，你要是给钱的话，我可以送你进入魔域。你，不过，这位官人，你这是乌云盖顶，硬堂发黑，过不了几日啊，就会有牢狱之灾。对不对？还在做那个梦啊？
是驱魔人，真讨厌，成天到处抓人，闹得鸡犬不宁。又是这群人，讨厌，到处抓我们，魔界又要不得安宁了。是采花贼，是我上次在他手上留了剑伤，还有这次抢劫贡品，他也是头领，贡品给劫了，还要失职，请义父责罚。责罚？责罚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以前办事非常稳重，怎么这次却不让人省心呢？还给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，现在贡品丢失了，上面怪罪下来，你我都担当不起啊。义父，既然薛勇是头目，我们可以顺藤摸瓜，抓住他的党羽。顺藤摸瓜？哪有时间给你顺藤摸瓜呀？我看你查到猴年马月也查不出来。义父，薛勇这件事情实在蹊跷，我看见他的魂魄进入魔域了。荒唐！什么魔域我管不了，现在贡品丢失这才是重点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可是死罪啊。什么死罪？爹爹，你要救救方平啊。没有办法，你爹我也救不了他。爹爹，方平抓采花大盗有功，可以将功补过呀。功不抵过，罪当责罚。爹爹，你也太迂腐了。报！大人，薛勇的尸体不见了。什么？来人，来，新方平失职，罪当责罚，他押进监牢，择日发配边疆。是。爹，爹爹，义父，不可以，爹爹，义父。哎呀，走吧。你们放开他，放开。方平，新捕头，请吧。你找到魔灵女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事不宜迟，尽快找到她。我要用魔灵女的血激活80个人间女子的极阴之气，赶上5000年一现的子午时辰做法祭坛，而且能统治人魔两界的力量，一旦错过，夜长梦多。魔灵女有何特征？魔道乾坤记载，其女子是子时出生，他的发丝能治百病，疗百毒。还有，魔道乾坤有2部，一部在我这儿，另一部怀疑在魔域。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快找到他，切记，切记。魔道乾坤，知道了。哎，大小姐，你不能进去啊！新方平是要犯，你不能进去看呐、啊。我跟方平那么熟，我去见见他，不会有事的啊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别为难我呀。方平马上就要被发配边疆了，我再见他一面可就难了，你就通融一下，通融一下嘛，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这样我没法向老爷交代呀。我是谁啊？我爹爹是谁啊？我的话你敢不听？让开！是。把门打开。快，赶紧开门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我给你亲手做了很多好菜。师姐，菜就不用了，有好酒就行了。知你者莫若我，怎么会没有好酒呢？多喝一点啊。嗯，真香。来来来，多喝一点啊！来，谢谢啊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
新方平自杀了，赶紧找屈大人去。啊，走。方平，方平，当时你们都在吗？爹爹，方平这么做就是怕为难你。愚蠢，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他以为他死了，上面就不会追究贡品的事情了，愚蠢之极。哼，叫我怎么向他死去的爹娘交代？爹爹，你一定要把贡品追回来，还方平一个清白啊！方平，来，快一点啊！人都死了，赶紧下葬啊！是。我要跟你们一块儿，我要亲自去送方平。活过来了，辛捕头，这个办法是我想的。那为了让他更逼真呢，我就让屈姑娘直接给你下了药，没告诉你。下药？摒气散服用之后的症状呢，像身中剧毒，马上就会昏迷不醒，但是过不了几个时辰就会醒过来。我呢，就借送你下葬为由，光明正大的把死了的你弄出来了。现在你自由了。不行。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我要走了，义父怎么办？我要回去。哎，别，我要回去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你现在走了，我所做的这一切不都白费了吗？哎呀，你得留下来查案，你得查一查薛勇的党羽啊。这，大胆！蓉儿，你还想骗爹骗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你真以为？办了几十年案的我看不出这点小把戏吗？我不揭穿你是想看你在玩什么花招。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好一句逼不得已。你为一己之私想欺骗爹，在爹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那是不可能的。新方平罪当责罚，谁都包庇不了他。爹，你就放了方平吧，既然牢房里的人都以为他死了，那你就把他放了不就行了吗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！你要是不放过他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胡闹！快把剑放下！师姐，我没有胡闹。你如果不给方平活路，就等于不给我活路。就算你不想活，我也帮不了他。爹，你可知道，你要送上流放之路的人是谁吗？他喊您一声义父，您不救他，这是大义灭亲呐！荒唐！爹！别闹了。义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不能陷义父于不义。我跟你们走。来人，带走！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发配到边疆呢，我是过去看看，啊。可是我会担心你啊。你不用担心我，
其实我倒是挺担心你的，赶紧找个好人家，早点嫁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好了，不说了啊。方平，你不会怪我爹爹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不会忘了我吧？哎呀，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赶快回去吧，别的那边两位久等了啊。我爹爹正在查薛勇的案子，如果你说的一切属实，我爹爹一定会替你翻案的。嗯，我知道。我会等你回来的。好，哎，找个好向导，等我回来请他喝酒啊。我的心里已经……大小姐，我们该走了，您啊还是赶快回去吧。师姐，不是，时候不早了，方平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会等你的，方平。这个劫是躲不过了。新亮哥，这贡品被抢也不是你的错呀，屈大人为什么要把你流放呢？是啊，再说了，他还是你义父呢。哎，要说起这件事啊，咱这老爷真是一点私心都没有，换做其他人绝不会把新大哥流放。哎呀，做错了事情就要受惩罚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两个赶紧把我送到地方，回去好交差。这辛捕头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屈大人被抓了，马上就要被问斩。什么？屈大人被抓了，马上就要被问斩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特地跑过来告诉你这件事的。为什么？听说是保护贡品不力。贡品是我保护不力，跟我义父有什么关系？听说屈大人已经认罪了，不日问斩。不行，我得马上回去，我犯的错不能让我义父去顶，要杀要剐全出着我来。快给我放了。不好吧？那我们怎么交差啊？你就说我半路得病死了。新大哥，这不合规矩。开锁，我们交不了差。没什么规矩，人命关天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再说了，这个流放迟到几天几个月又怎么样？开锁！不是，开锁！进不到，我们走。进不到，找什么呢？我义父不会轻易死的，他一定会留下什么东西给我。那你先找，我去别处看看。嗯。
心疼为你碎落了一地，想起初次爱你的回忆如泪如迷，感谢你牵挂。